多谢会长。各位台湾的众人，大家好。咱1945年哦，7月2日，咱这个旧金山火窑的时阵，就讲哦，日本要放弃台湾的主权哦，但是无讲说要交予中国哦啊，但是迄阵哦，伫个中国去互拍输哦，去互挂到台湾的这个哦蒋介石来接手的时阵，伊就讲占权哦，一直哦来欺骗咱台湾人民。哦，无予咱台湾人民有人自民自决的这个哦，这个机会哦。啊，咱啊，伊讲说对外讲说是一个中国哦，但是咱嘛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半点钱、半仙钱的迄个个税金哦。啊，今日哦，伊要叫第二骗哦，骗讲迄个哦，咱是属于中国的哦，但是咱足明显的哦，这个咱是。台湾主民有主权的权利，所以咱今日大家爱一路哦认真来哦来推动哦台湾国制定台湾的宪法哦。当咱台湾总统哦，李登辉总统跟阿扁总统，伊做了真好势的时阵哦，但是伊用中国的迄个司法哦，因家己开的法院来判的哦。今日找林义士这款代志哦，伊会当讲要办到台就办到台哦，啊因家己的司法哦。来欺骗台湾人民哦，所以咱台湾人民大家爱看努、看团结、看努力的哦，来建立咱台湾国、建立咱台湾的宪法哦，咱台湾人民才有希望再出头天。多谢。主持人县级兄，各位贵宾，在场各位台湾国的主人，各位记者朋友，咱拢知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国民党的台湾，不是共产党的台湾，台湾的主权是属于台湾国，大家拢知影。最近几天吼，台北的天气真热，真热不要紧，但是气氛真歹，真歹就真艰苦啦。安怎讲艰苦？因为共产党那边派伊的陈云林、陈陈云林来台北。来台北的时阵，国民党的媒体啊，就写讲两岸一家亲。我请问啊，谁跟你两岸一家亲啊？谁跟你两岸一家亲啊？台湾是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那边是中国，谁跟你两岸一家亲？感觉非常的艰苦，非常的愤慨。大家拢知影，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历史上哦，有两摆亡国，两摆亡国啊！一摆是63年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成立，中华民国就亡掉了。毛泽东公开向世界宣布，中华民国亡掉了，第一次亡国。第二次就是41年前，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因为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所以中华民国就被赶出来了，所以第二次亡国。各位敬爱乡亲长辈，全世界最不要脸的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两次被共产党亡掉了，现在还两岸一家亲。还要两岸一家亲，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的耻无耻是什么，真是很丢脸。所以我们不管他，我们坚定的理念是台湾是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不是国民党的台湾，也不是共产党的台湾。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来努力，来选我们自己的总统，来制定我们自己的宪法。我们要加入联合国，做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台湾国的主人，好不好？谢谢，谢谢。九公八台湾国总召哈，县警兄国策顾问哈，张社长，咱这社团的干部乡亲士大，咱这警察好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午安，大家好。我要讲的话哈，咱这乡亲已经拢听过足济遍啦。所以我来讲哦，咱只警察兄弟姊妹吼，稍微了解一下。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即马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即马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按中国走路来台湾的流氓政府。流氓政府甲中国伫签的文件，用台湾人的立场来看，是完全拢无效的。当然，伊伫统治的时阵，伊会安尼做。咱台湾人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咱就毋免会当重新甲中国来签订新的协约、新的协议。所以马英九是流氓政府的代表，伊今仔日伫遮个展览，甲咱欺骗。简单的结论要甲大家报告：大家虽然伫即个政府内底咧食头路，但是大家要了解，美国所定的台湾关系法内底已经足清楚，根据旧金山合约，甲台湾人民、甲统治机构、统治当局该分开得做处理，就是无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无法度代表台湾人民。所以咱台湾人，不管你的行业，咱大家拢爱了解，为着咱家己的子孙未来的出路甲前途，咱爱先甲这个流氓政府冤枉倒，用选举也好，用非暴力抗争也好，这个政府不公不义，甲咱的政治领袖抓去关，用司法来保护因的权力的人。这种的政府就是独裁，这种的政府就是殖民统治的体制。咱台湾人要勇敢，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站出来街头来抗争，把这个流氓政府用咱的手，用咱的行动来给推翻，来给大家报告，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简单的一个结论，请大家记好条，你免烦恼，你的警察的工作在咱台湾独立建国以后，也是要搁再照常恁所有的专业甲力量来维持台湾社会安定。咱的利益是共同的，咱的前途甲未来也是做伙。所以主要把这个体制引落倒，建立咱家己的国家，制定咱台湾人的新宪法。咱毋免管到规个亚洲大陆去，咱管咱台湾就好啊。所以，请咱遮所有的警察朋友，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大家伫遮做伙，想好清楚，要引导中国国民党所带来这个流氓政府，真简单，大家加固执，伊就倒台啊。所以，请大家做伙来拍拼，甲台湾人民做伙徛做伙。台湾子孙就会出头天，做主人，感谢。各位实在先进，咱今仔日吼，拢是被骗，骗到即马还搁咧骗。事实，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因即马拢骗讲安那，咱台湾拢是中国来的，其实中国的人为倒会来的？中国的人为倒会来？那今仔咱就是天生地养，吼、哦，咱是天生地养，甲倒一个拢无关系，吼、哦。伊若讲是讲咱台湾人是中国来的，啊，中国的人是对倒会来的？咱这拢是天生地养的，地有万物，互咱的生存，啊，咱唔能讲骗去，吼、哦。咱今仔日这政治。台湾人无在台湾徛起，吼、哦！大家各位先进，大家爱认真看这个、咱这個宣言，甲这许个去了解这代志，哦，唔能够继续哄骗。谢谢。因为昨伫新闻看到迄个陈芬林讲两化一体啦，吼、哦！啊，这有个人听了真生气，但是我是要甲解读，伊来遮。甲江平困，可能去暗困同房、困同床，所以感觉讲因两个人一体，哦，啊伊嘛感觉讲吴金龙甲马英九一体，
哦，迄个同性恋、同性恋啦，哈、哦。所以两岸是分立的，不是一体的。两岸分立哈、哦，海峡这边是中国，海峡这边是台湾国。海峡这边是中国，海峡这边是台湾国。都在蔡大夫讲啊，不清楚啊。中华民国好，中国台湾好，跟咱拢无关的，哦，这跟咱拢无关的，咱跟伊完全无关的，咱是咱，咱是台湾国，咱台湾主权建国就会当行使主权，中华民国永远无主权，伊是独独的，吼、哦。